声，难道你不开心吗？把手中的家伙给我吧，让我帮你放放好。真的没有这个必要，没人会报警的，我可能比你还讨厌警察，你以为你是洋家。喝杯咖啡吗？要加点糖吗？喝杯咖啡吗？要加点糖吗？喝杯咖啡吗？要加点糖吗？不要太难过，就像这世界。和走错地方没大事，换个别的时候就要出大事。不是说是风日下，难道要说你的品行低下？这货要靠最初的几分钟，选举当然要靠最后的几天。没看到这里的人太无聊，他们太需要一些刺激。下课经过我们的车子，第二天要饭。那个教师员他时刻都急眼，嘿嘿，看你那高兴的样，我们再来一杯咖啡吧。加点糖吗？喝杯咖啡吗？要加点